雪还好吗？真 OK。那应该可以往前吧？希望喽。确认一下枪的弹药，OK。哦，你到马路了，可能就那段吧，那段不知道啥玩意儿，对呀，超哦，这凶边有个建筑物了。哦！而且他们跑好快哦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大占比。好深的坑，有车那个好多货车岩浆吗？那个不是，有货车下去。土匪，哦，土匪。你后面也有，哇，八等的土匪。哎，我们用跑的啊，比较快啊。哇，太多了吧！我们用跑的啊，快点，直接跑过这个山头。灭掉了。哦，后面一直在打我。后面来一票。你后面来一票，哦，终于帮你过灭来，掉了。赶快吃血。他把我打到剩下好少血了，哦，好恐怖哦！对啊，你给我弹，你给我弹药快打完了。这么硬，好硬个僵尸！为什么应该是这么这里多？吧，这里呀、啊，走上去，直走的话。你要走那边吗？他要怎么走？这个地方蛮诡异的、欸。要绕过去啊！我这边，对这啊，有一辆车，应该可以跑。可以当做防护用的工具吗？前面有一堆名字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前边，面哪里？这边这个位置，不见了，被刷掉了。看前面又是一堆土匪。对啊，想绕这边的啊。这个上来啊？你要爬那个上去你说不，seriously，想上去了？要绕吧？前面的是土匪还是僵尸啊？哦，凶，僵尸。这个可能要垫一个。我爬山要的，下来，再重爬。哎呦，对，这边蛮安全的，可以探看一下。怎么有雷声啊？是怎样啊？吓死人！你还好吗？你在？很慢诶，不能这样跳过去。跳不过去啊。不能吗？可以啦，这高度。不过对面一堆土匪。真的、你看一个黑色字，哦，我的天！你在哪？我掉下来了，哦，要垫高一点，你先下来吧，我不要过去啊！这样子，感觉要准备充分一点才能过去。来了，来了，土匪来了！他们跳下去，在我面前，在我面前发呆。W 沃夫哦，这些家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狂战士啊，这些家伙！这边可以抓僵尸，抓盗贼，因为爬到最高，然后吸引盗贼，把他们全部丢下去，我然一后你枪的。好几个，他们堆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一枪打好几个底下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又冲过来了，好几个冲过来了。这样好他们如果过来的话，是不是对面就没土匪了？
以。我说他们如果都跑来聚集到这边来的话，那是不是对面就没了？他把武器当了我打，可是没有奖励啊，打这些都没有尖，没有枪。那不要回去，往前走吗？你要往前，你要撤退了。我喝个水，等一下。好，等等。一直刷欸，旁边一直刷出来欸，见鬼了，这里是怎样啊？哎呦，没钱赚，然后一大堆一直出现，我被打爆了。下水饺哦。这下我疯了吧！嗯？哎，可以哦。